的 MV， 这首歌是山林老师的词曲。接到这个词曲邀请的时候，人在当兵，因为里面收讯很差。然后说到一个尚荣，我知道你在当兵，但你愿意唱这首歌吗？当然是我愿意啊，因为那首歌名是我愿意。那时候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就是山林老师的东西，我很荣幸可以担任这首歌的演唱者，也比较少创作这样的歌曲，它算是比较摇滚，然后民谣。感受到热了，我以为我很耐热，我跟他说外套 OK， 本来要穿羽绒外套，羽绒外套，融化系男孩。今天要带大家来看我的展，这是一个展演空间，展眼睛。烧纸了，要烧纸。这首歌里面有一个词叫 "You don't have to be a star"， 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那一颗星星。其实跟我们努比有首歌叫《三等星》有一点像，因为它是在讲说你尽力就好了，不用着急的想要成为最亮的那一颗星。老实讲，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，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的歌吧，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。但是过了一年半，然后我前阵子打开，我觉得这个歌觉得蛮符合我现在的心情。就有黑暗的时候，然后你也不要觉得就低潮，你就让它低潮，然后自己为自己庆生，还蛮悲伤的。我嘴巴拿数字，你要不要什么幸运数字？39，去比陈山之境还选1-2000个人，我抽到39号，然后就用这个数字比赛，然后比到决赛。那时候高中入学，抽到的学号又是39，然后觉得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。一开始有蟑螂，我不敢讲，我就说算了。哎，不对，来了2-3只，然后是导演放的那个蟑螂。我本身是会怕蟑螂的，这是我暌违8年吧，应该8年没有黑色头发了，这次弄了一个消光黑。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新歌，还有我的新发型。